谢谢司马里奥。可见这个团体就是在纪律中也保持着个人的自由。OK， 很像台湾的社会，自我管理非常良善。对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毛娜。对。我觉得这个开场真的超级厉害，就有那种列车要开始发动的感觉，对。但是马上来到第二站呢，我的这首歌就比较轻松一点了哈，大家就抱着一个轻松的心情哈，搭上这个就是音乐的列车，这样台东场音乐列车这样子。那刚刚那个我也是这次创作营的同学啦，也是司马里奥，等一下呢就是非常辛苦，还要接下来当乐手。好，耶、OK， 那就带来一首很简单的歌啦，这首歌叫《恋情一下午》，对，就是在讲我恋情觉得很开心、很投入，这样不知不觉花了很多时间。希望大家就是创作营的同学们也可以就是一直保持着对音乐的热情，大概是这样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毛娜。好，接下来欢迎吴宇。好的，下一位。莫娜，莫娜来自哪里？新竹县五峰乡白兰部落。好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宇，然后我今天要带来的歌是《消逝的美好》。
然后这首是在写，对，就是过去的快乐的事情。对